大家晚安，欢迎收看今天中视新闻六一下，带您轻松六新闻。现在南韩团体到底谁最红呢？最近的女子团体 FX 推出了新歌 Hot Summer， 在 MV 中呢，他们大秀美腿，而且还大跳山峰舞，现在被网友评为是今年夏天非学不可的舞蹈。另外，他们的师姐少女时代同样最近转战日本演艺圈，表现也相当不错。这一系列很突出的表现，也帮助公司的股价飙破千亿。推出的新歌《Hot Summer》，南韩女子团体 FX 秀美腿展现舞技。其中这个山峰动作成了整首歌的招牌，网友封它为“山峰舞”，还说是今年夏天非学不可的舞蹈。果然非常受瞩目，抛上网还不到一个月，点阅率就超过240万人次，让 FX 人气直逼师姐少女时代。不过少女时代的吸金能力还是非常惊人，也让他们所属的娱乐公司股价不断飙涨。身为最大股东的老板，更拥有1111亿韩元的持股限值，相当于台币大约30亿元，成为南韩演艺圈第一位的千亿股王。其他像是 SHINee 还有 Super Junior 都是同一家娱乐公司，拥有这么多大牌明星，也难怪公司可以赚进大把钞票。